些新的朋友来到这边，怎么了？哦，我不需要你。哎，那我听听。多有拿过的不行哦。些新的朋友来到这边，欢迎他们来到铁花村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叫做唱作俱佳，我们是一个开放名额，可以让准备好想要有一个舞台表演才华的地方，就是我们这个铁花村唱作俱佳。那我顺便预告好了我们的铁花村的节目。我们下礼拜放假，还没有营业。我们最开心的地方，开最开心的时候，我妈出去玩，我们可以放假。不过我们过年呢，初二到之后都有营业，欢迎大家可以在过年期间，如果不想跟家里长辈待在家里，可以一起来铁花村看演出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没钱交所的税耶。Yeah!要了。嗨，大家好。那个第一组叫做起床愁睡耶、yeah ，然后第二组叫做还想睡，然后我们这组叫做没钱交所得税耶、yeah。然后我今天在这里要带来第一首歌，叫做五月天的《栀子》，应该很多人都会吧。如果到后面就是可以的话，可以跟着一起唱没关系，对，你比较不会尴尬。
大家。这里要带来第二首歌是逃跑计划的《夜空中最亮的星》。大家好，换一个主唱，换一个声音比较破的主唱。老师可以拔起来。哎、欸、嗨，拔下来就有活力了。
讲一下我们团名，其实是我自己取的啦。那时候我们原本完整有一个完整的团名叫做，那个我在摩斯吃完汉堡，可是发现我的团员都不在，我只好自己去取名字，所以我们的名字叫做没钱交所得税，耶、yeah! ！好，我们这首是茄子蛋的《Go I Live By》。
耶、yeah, 掌声谢谢他们。掌声谢谢他们。好，接下来要换我们。